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你键盘坏了，你接啥单呢？你干脆去找个班上也吧。你键盘坏了还接单呢？发过来。长班上，发过来了呀。然后呢？你进来一位置也不选，我他妈的我进来了。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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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忘记选了。我靠，菜鸡 APP 不会都是菜鸡吧？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怎么可能？然后你选个位置就选一个位置，是不是？你打排位打过没有？打排位打过，然后我在中路吧，对，中路跟辅助吧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他妈想给你来一刀现在。你中路辅助，然后你选位置，看你赶紧选一下呀，快呀。好了。我吐了，我他妈。你怎么那么凶啊？哎，感觉你不会玩游戏啊，感觉。我会啊，谁说我不会啊？要不然我这个。谢谢天使送的飞机，兄弟们，大气抽100可以折现啊。是第一次下单吗？我第一次下单呢，咋了？是呀。还是第一次玩呢？真的吗？我第一次下单呢，我第一次来你这菜鸡 APP， 你是我第一次点的一个小姐，你让我的第一次体验非常的不好。是，不会的。这个，老板娘打什么位置？我打中路呀，打中路。打中路，玩个猫咪。可以啊，你玩猫咪吗？你会玩吗？你会不会玩？肯定会，怎么可能不会呢？对吧？那我看看你玩的怎么样吧，瞅一眼。嗯。把谁进了呢？我把他进了吧。你会玩猫？我觉得你一把猫咪都没玩过吧，应该。有玩过啊。哦。小雨有一说一，声音倒挺好听的，就是感觉你业务不太很熟练呢。那不至于，好吗？感觉你应该平时不怎么接这个游戏单吧。我是一个。才艺好吧，就游戏。你是一个才艺陪玩啊？你会啥才艺啊？对啊，我会唱歌，会跳舞，人美声甜。你会跳舞有啥用？你陪玩跳会跳舞，老板又看不到，对吧？谁说看不到？可以看到啊。怎么看到啊？如果老板这里要看跳舞的话，也可以开视频呀、啊。开视频不要钱呢？开视频呢？啊？如果老板长得帅的话，就可以不用钱。对啊，那长得帅，那什么叫长得帅呢？明星里面哪个明星你觉得长得比较帅一点？我感觉大黑牛吧。哦，李晨是吧？对啊，你不觉得李晨特别有男人味吗？哦，确实啊，确实有一说一。那可不，原来你喜欢有男人味的，可以。对啊。就是那种女孩子不都喜欢，就是那种刚运动完之后，那男人身上散发的体香，是那种男人味是吧？那不是汗臭吗？那汗臭不就是男人味吗？有区别吗？男人味是看起来有男人味，好吧，不是身上有奇奇怪怪的味道。哦，懂你意思了。哦、懂了吧？可以的。能懂的人都懂。我会辅助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放心。嗯，好。就算我死了，也不会让你死的。好的。抽奖还有30秒啊，大气抽100啊，参与一下。第一次来你这个 APP 点小姐姐，希望你给我留一个好的印象，好吧？放心，我会让你终生难忘的。就让你记住我这个人，也会让你记住这个 APP， 你相信我。我一直好奇这个 APP 为什么是菜鸟 APP， 菜鸡 APP。嗯，菜鸡。菜鸡。不一定都是菜鸡啊，对不对？也有大神。哦。比如说我。你很强吗？很强，特别强。
行，那我看看你这把猫咪玩的怎么样。如果玩的很菜的话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我就要给你来个差评了，小叶，好吧？别来差评嘛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这把坑了我，我就去菜鸡 APP 举报你，信不信？别啦，老板不可以这个样。小姐姐，把回音消除稍微关一下，麦克风回音消除。现在还有吗？喂，我现在没有了。是游戏里面无处可藏。打八 K。嗯，可以的。嗯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哎，你猫咪带的时候迅捷步伐吗？你这个是职业水平的理解。碾碎它，好像是吧。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带迅捷步伐呢？啊？因为一般我都会带这个呀。哦，一般都带啊，效果怎么样？效果还可以。效果还可以啊！我靠，我他妈吐了。别的老板都说让我带这个，所以就我哪个老板跟你说的？把他地址给我，给他来个五星差评。现在别吧，为什么要动不动就要来五星差评？你好凶哦！你们这些小姐姐就是惯单身的，我跟你说。你们这些小姐姐就是惯的。你别以为接个游戏单，这个游戏就跟你没啥关系，好吗？我掐指一算，老板，你是个单身狗吧？单身狗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怪不得这么凶，能找到对象才怪。享受。为什么要找对象呢？啊？对象不是找出来的，是。是对象不是找出来的，对象还需要找吗？对象是选出来的。是这个样子吗？你不要骗我，小学没毕业。看出来了，小姐，我可能打个字你能认都认不出来，你信不信？那不一定，万一我认出来，你是不是就很尴尬了？小姐姐有读过高中没有？啊！我都说了家里穷，没有读过。穷就不读书了，啊？对啊，妈妈说你还是读那么多书没用的。那你谁跟你说的？你妈真有意思啊！这个是什么叫读书？女孩子读书没有用，谁说的？啊！你这话我非常的不同意。这一波你湿了没有？你是不是又要给我一个五星差评？我给你五星差评干嘛？你又没死，我溜了。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回家了。皎月带个电刑，跟个鬼一样。哎，他为什么不上啊？在十分钟之内 ADC 绝对会骂你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你点你妈的饼，都说不要猫咪，我想给他扛一下。看来我预判有错误了。 ADC 在三分钟之内互动你了，可以理解。没事，不想。你压的是他走位有问题，不当人。他走位有问题还怪我吗？真的是我让他死的吗？是对面打他死的。他为什么不去凶对面？凶我干什么？一般基础菜的人才会凶自己家的队友。谁跟你说的？你玩的菜不给说呀？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么他死了又不是我打死的，他为什么要说我？他为什么不去凶对面？那你没保护好他呀？你的作用就是保护好队友啊，你没保护好女警呢，啊？我已经很努力去保护他了，是他走位不够风骚，还怪我。哦，那行吧。真的是。那行吧，小爷今年多大了？我，今年多大了？你说的是年龄吗？
我说的是你头上的肿瘤多大了？我96年的。96年的，那你、那年纪还可以啊。你，反正我又不是老阿姨，对不对？叫宝宝姨。你是个啥？我是个小姐姐，如花似玉的。哦。又是一句阴沟里的事情。那挺好的。嗯，这个 ADC 多少有点，嗯，好的，那不补就不补。我求求你别补别 AP 了，你妈的，可以，用美的话语，这女姐姐被你搞得心态爆炸了，小姐。你信不信她等一下再死一波，等一下她要骂你了，信不信？他不可能的，小心一点，他等下死绝对要骂你。他骂我，那我就不理他。为什么他为什么他骂我？为什么他骂你？打是情骂是爱呀，他骂你。所以还是不要骂我。嗯、那咋的？就是我不啊。哎呀，为什么会被嫌弃啊？这个人多少？都想有点奇奇怪怪、啊，哈。可以的。嗯。你是不是属于那种又菜又爱玩呢？是不是？我菜吗？我不菜啊！你要知道，我是那种自爱，感觉就是自我特良好的那种。啊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良好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对。来，我救一下你们吧。帮你们一下，我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我来了。等一会儿，你要等两会儿，我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他们不就跑？我来了，来了，过来。我要跟他奶一口。不是你们两个，不是你们两个人，我他妈是吞都真吐了啊！你们两个，我靠！你们俩，我家一个人打三个人，你们俩在看戏，我靠！我一直往你那边走啊，可是我腿比较短，你要注意。小姨声音怎么突然变小了？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。好，我说这猫咪腿很短，所以你不要那么嫌弃我。我现实中还是腿不是很短。你多高？我173，你173呢？你放你妈的五香麻辣牛肉红烧狗屁你173，我从没见过如此高的女人。我活这么久，我压根没见过这么高的。你173，我不太相信了。那我们等会验证一下，好不？你哪里的？我江苏的。江苏有长这么高的吗？江苏的。有啊，我是混血儿。你是混血的？你混哪里的？我混兰州的，我兰州也太秀了。哎呀，所以我也算半个混血儿吧。那你像你这么说，那我也是个混血儿。那老板你动刚啊，你混哪里的呀？我操！没有。咋了？不拖逼逼啊。嗯。对不起，拜托客人，请大家吃麻烦。兰州是北方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有没有吃过兰州拉面？那你这话说的，吃兰州拉面是肯定要吃的。哦、那你像你在家里面，你一般是吃饭还是吃面呢？我吃饭啊，面很少吃，除非去外婆家的时候。哦，吃饭是吧？你爸是兰州的还是你妈是兰州的？是兰州的，然后被我爸骗到了苏州，然后我就变成了混血儿。哦，可以啊，那挺有意思的。嗯，挺好的。那你未来想找哪边的对象呢？你的愚忠对我来说，只要是个男的就行吧。现在对象都难找啊。那你要求高，肯定难找啊，对吧？
我要求不高，我说只要是个活的，是个男的就行。你说是这么说呀，但是你不会这么做呀。可是我就这么做的呀，但是他们说啊，对不起，你太高了，我们不合适。哦，确实啊，那你想要找个多高的呀？以你这么高的身材。找个稍微比我高一点的吧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跟他打架，他跳起来打我怎么办？跳起来打你也太羞了，为什么要想打架呢？啊？那万一我跟他吵架，给他惹生气了，然后打架怎么办？那长得高打你不是一只手，给你按在地上狠狠摩擦，那不完蛋了？哇，他打我就可以报警啊！哦，可以啊，那还挺好的。要不然他比我矮，然后我给他打伤了，他报警，我要报警的话，那人家说我要打他。打伤了也太羞了吧？不是吧？你多重啊？享受。我110。你这么重啊，凯宇？那我想问你，你多重多高啊？你咋这么重呢你，小姨？我哪里重了呀？你110斤还不重啊？那你多高多重嘛？你查户口啊，老板多高多重？不是查户口，是想了解一下老板，对不对？这有啥了解？老板有啥好了解的？了解完以后，我就可以看看我可不可以下手了。下手也太羞了吧！妈妈说不可以放过任何一个接近我的男孩子。你是在找老板呢，还是在找对象呢？啊，那你要每一个接单的老板都这么撩的话，那你不是渣女是啥呀？我不是渣女啊，我只是有爱心，想给天下所有男孩子我的关怀。那你这个我要退单了，小姐，你太渣了，我不太喜欢。老板不要了，我也可以对你专一的。这个下路两个人开始推我中塔了，你们下塔都没了。对啊，我们好可怜哦。主要是这个 ADC 菜，你知道吗？走位又不好，还要怪我，啥也不行。我靠，这他妈的我难受了呀！好，完蛋，你们两个都死了。我想给他买一孔的。那这把老板如果带你飞的话，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，小姐姐？啊？真的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嗯，只要不给差评，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老板最大。那你这个当陪玩游戏打的又菜，又不给老板举报你，那你想干啥呀？啊，嗯，我可以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拿点什么东西补偿一下老板才行呢？我可以唱歌给你听啊！操他妈一个 Q， 我他妈死了！这人什么装备啊？4-0，78刀！我靠！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拿点东西什么补偿一下老板呢？那要不等会儿给你唱首歌，如果再不行的话，我就给你跳个舞。给我跳个舞，跳舞可以啊，可以。那唱歌不好吗？唱歌我不太喜欢听歌，小雨。好吧，只要老板能带我飞，都可以，都可好吗？让老板开心都行。没有想到一把游戏能遇到四个队友，不简单。可以，伤害有点高，这个人3-1太狠。嗯，那咋办呢？那现在咋办呢？现在咋办？没事，不慌。我感觉我一把没了，算了。我叫凯隐，我这把都不知道他干啥了。0-3，先溜尾。感觉打不过，我没到。感觉打不过。感觉还可以。我去下路发育一下。然后。你们在中守吧，我一个人守不住两个人。
我发育一下，他没有闪现了。哎，这有个眼。嗯。这有个眼，老板冲啊！稳住啊，别送，这把包赢，这把啊，这把有机会可以赢。来了。好的，老板，我躺好了。嗯。我先回家了。不是，我刚刚说我躺好了，你回家是这个意思啊？你躺好了就躺好了呗。你不是说要带我飞吗？带你飞呀、啊嗯，别急啊，这把对面，我每杀一个人都是终结，杀上路也是终结，杀打野也是终结。哎，露露想排眼。我翻，我再翻来了，我 W， 三个人在下路，好像不太好打，我溜了。在中路，全在中路。红 buff 没有。你刀好厉害啊！还行吗？你应该长得很帅吧，又高又帅，还有腹肌的那种，小姐姐看到都会流口水的那种。是不是有人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了？我这个又高又帅是谁告诉你的？嗯，没有啊，听你声音听出来，一般声音好听，尤其打得又好的都应该都是又高又帅。被你猜对了，小姐姐，但是你还少猜一个，老板是那种又有钱的，高富帅。能听懂吗？那老板，你需要个挂件吗？挂件啥挂件？就比如说，挂你，就是你大腿上缺个挂件吗？大腿上缺个挂件也太糗了吧！没事，你可以把我挂在大腿上。嗯，不好，不好，好吓人啊！这两个人好像疯狗。我溜了，我阴一下打野，我的旁观看到打野了，但是这里有个针眼，这里有个眼看到我了，我溜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去把这个出，我把这个，我溜了，这个人好像不一定，哎，下路来来来，有机会吗？来呀！哦、来呀！来了。老板稳住，不用稳住，他死了，我来了。好，老板跳好了，老板好帅，你的小迷妹上线了，老板稳住，死了好像。老板，我操，这妈这也行吗？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怎么也能死啊？我好像卡了，我以为我被烫死了，能跑吗？进他，进入他身体，哎，为什么不进去啊？我不够长。嗯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嗯。好，对不起。这一把太难打了。好惨。这把我的锅。我的锅，老板，对不起。早知道玩石头了，为什么会去玩这个东西？我以为我会。你压根就不会玩英雄联盟啊！你跟我这在这混。我真的会呀，可能打的就是比较菜吧，真的会。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翻墙。翻墙，操了个 DJ， 你妈了个巴子，能打得动，能打动吗？这剑魔也老下饭了，不好，这把游戏有四个不好好玩的人，太难受了，嗯。这咋办呢？老板好难，
做老板好难是吧？我感觉我要把你打自闭了。还有机会，机会还是有。我老板你别自闭好吗？等会补偿你可以吗？补偿我，那到时候看一下怎么补偿吧。好。嗯。只要老板不给差评，啥都好说。只要老板心态不降，啥都好说。毕竟我人美心声甜，对不对？像我这么优质的陪玩，你去哪儿找？你优质啥呀？除了游戏打的菜的菜一点，你有还有其他优质的地方吗？人家说一般游戏打的菜的小姐姐都长得好看。那个，我竟无言以对了。没事。还有机会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守塔来，守塔来，放峡谷先锋了。这一个个对面为什么感觉都不像是这个分段呢？很凶啊，他们。这一个个对面好像那个不是这个分段的。哇靠！伤害好高啊，对面，伤害太高了，顶不住。没事，我给你拿。你跑啊！你跑了，拿一口来。没拿了啊！我们俩没有好，我也想给你拿一口。还有机会。没事，这把带你赢一把。好，紧抱着老板的大腿冲啊，不怂好吗？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这个眼得放一下，这个大龙给得放个眼呢，去大龙做个眼。啊，大龙眼做一下，这大龙眼不做不太行。我在加清兵。大龙做个眼来，我先溜了。小月有中亚有反甲，我靠，有点狠。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我靠，看到我了，有点尴尬。完蛋，上当了，翻墙了，翻墙了，操了个 DJ， 我靠！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他们怎么会往这边跑呢？不应该呀、啊，他们怎么会往这边跑啊？太假了。来一个！我的天，困得好难受啊！机会还有，机会还有。哇，怎么？守塔，守塔。好松啊！哎，你是不是演员？你怎么把辅助装卖了呢？啊？我不是啊。我的天，没了，没了，好难哦！太狠了！我操！我尽力了，这不就哎呀哎吧哇哇！我的天，他们好凶！尽力了，尽力了！啊哇哇哇哇哇哇！没办法，对不起，老板，给你磕头了，好尴尬哦！你是来混单的吧？感觉没有、啊，我发誓绝对没有混单。老板，对不起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这么坑了，老爸。这太难了。对不起，你怎么补偿老板？啊。老板，我可以给你唱首歌吗？我不要听歌，不听歌。那要不？
我给你跳个舞。那你给我跳个舞，我看一下。嗯，那我哪个我有点结巴，那我加你的这个 YY 吧。哦，那行吧，加一下我的 YY 吧。好。嗯，好尴尬哦。好尴尬哦，对不起了吧。主播你换一个，我花钱。这不是钱的问题啊，兄弟。我竟无言以对。好难过啊。比如说这个人是个代打，是个男的。我加你了吧。你妈有这么菜的代打吗？不会吧，太菜了。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兄弟们。真的让我看跳舞吗？那你要给我看我就看吧，你不给我看我就换个小姐姐了，换单了。那不好，你这玩的是不是一般的菜呢？你那我就谈你视频了。谈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给道个歉。Hello， 老板。嗯，我是卡了吗？正在连接，正在连接。你会跳啥舞啊？因为我是学爵士的，所以你想看什么样的舞啊？爵士舞也可以啊。爵士舞可能我房间不够大呀，要不我给你跳个其他的吧。那行，那跳个其他的吧，看看。啥呢？跳个小夜猫给你看。Hey boy, come on baby.这么专业，这也太专业了吧！你还有专业的跳舞设备，我靠，是一个狠人。你是干主播的，是不是？因为经常会那个。哦，有点东西啊。嚯！他这衣服掉了吧？还是本来就这个样子的。好了，我这边有点闪屏了。那行吧，那行吧，可以了，小野可以了，不需要跳舞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小野。好尴尬
游戏技术还是要加强一点，毕竟是打游戏的一个接游戏单的，游戏还是要练好一点。这样的话，以后老板可能会第二次还能点你，好吧？继续加油。好，老板。那有机会再玩吧，好吧，小姐姐，拜拜。嗯，好，谢谢老板。